哇，不会吧！在巴基斯坦的街头，我竟然看到一个电影院，大家看一下，像这种露天的电影院还是很少看到的，也是我来巴基斯坦这么久头一回看到这样的，我自己也是比较好奇的。师傅们应该正在调试，待会呢，我们应该就能够看到大片了。听说他们每次放大片前都要调试很久，可能这个设备比较难调吧。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好奇，像我一样期待的？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强，对这种很少看到的东西特别好奇，好想看一下。虽然我们看它是一个简易的露天电影院啊，但是它设备还挺齐全的。你看，电脑、投影仪还有屏幕都有。这个老板还配备了一个很大的音响，声音能够传得很远。我们在路边听，就像电影院一样，太棒了。我现在还在想一个问题啊，那这个是露天的电影院，大家都能够看到，那它是怎么收费的呢？或者每个人收多少钱比较合理呢？对不对？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不管那么多了，反正我要看一场巴基斯坦的大片。在这种露天电影院看电影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，很有气氛，大家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能够看到大家相互之间的表情变化，这种感觉，这种氛围太微妙了。好可惜啊，我还有旁边的观众都等了一个寂寞，为什么呢？他的设备好像出了问题，今天晚上放不了了。大家可以点关注我，等老板调好的时候，我继续给大家分享。